我们必须不自己报仇。一个贪婪的人，谁想要一些奖励？骗了大卫，是他杀了国王索尔，他的敌人，但大卫让他失望，而不是奖励。大卫查询和授权的人的惩罚。与此同时，大卫哭泣和哀悼为扫罗国王，他下令他的同事要做同样的行动。大卫也传送扫罗国王死说的美丽的以色列杀害在宁高的地方，如何强大有倒下，告诉他不在加特，宣布他不在街道上，阿什凯隆以免的女儿们非利士人的欢呼，以免女儿的未受割礼的人的胜利。欧山吉尔伯亚，让我们有没有漏也没有雨，也不领域产品，为屏蔽的强大是抛弃在那里的屏蔽的扫不抹油。二三米五一冒号19日至21日，教训所有人们应该停止报复，因为复仇属于上帝。我们可能真正斗争与宽恕，但上帝仍然需要我们原谅的人冒犯了我们。重要的是，我们学习从耶稣基督祈祷他的迫害者起点，死亡。与此同时，上帝知道如何行使准确的判断，没有我们个人的参与。我们应该允许他把守情况，因为他为所欲为，而不是侧重于复仇。我们应该重点放在我们自己愈合。人们希望我们祈祷并要求上帝的愈合自的痛苦，我们必须遭受痛苦和伤害，我们持续的，上帝一定会治愈我们的创伤，并帮助恢复所有我们的损失。祷告，亲爱的上帝，我请您给予我的宽限期，以原谅的人冒犯我，让我来行使赦免，即使他不是方便，不要让我采取法律进入我的手中，但允许你处理事项的方式将荣耀你的圣名，在耶稣基督的名，让我的请求，阿门。